大小。哦，把人吸过来哦。我技能买不够多吗？会影响吗？也会啊，因为你那时候讲的是水柱，我就买到很后面才出。哦，我以为是欸，可恶！以为刷到了哦，哎、欸、没有，对沙啊，漏沙漏是不是捡 CD 啊？哎、欸，我就是。反正不吃饭，我当然是吃饱之后才开台的啊。没有啊，其实我吃不下了。这个太阳眼镜也太像内衣了吧！哇，胸罩欸。刚不是出现雷死者怎么掉了？不是啊，他是雷死者吗？他说什么燃烧什么鬼东西的呢？那个燃烧什么是雷死者吗？是啊，那燃烧的吧？那是吧？他就是雷死者，就是写的什么精死灵，者啊？那是精灵。我看一下他叫什么名字。电能使者。对啊，可是刚刚那个，这个呢？愤怒地狱呢？怎么可能像雷使者？不会再上一喽。次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再看一下，然后有烧到就好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既然有刷到的话，再努力一次。地主。没有啊，雷雷。3-3，加油！你第三是只哪这只啊？冰，哦，冰的也很麻烦，冰的第三阶段也。我比较喜欢打冰的欸，这个吗？雷电巨刃呢、啊？这个长得太不像死者了吧？刚来的啥？低存。雷切。好爽哦！好 C，好 C。带这个要带啥哦？你的那个大招是带什么？我的火焰，就是出去回来的那个吗？追踪火力吗？喷火，就近距离的扩散火焰。看一下哦，你居然不带追踪火焰了？你变了？突袭，我是火焰突袭。你变了，鱼月。好，你不是之前喜欢带那个吗？追踪火焰。我想说这一次在试东西啊，没想到带着就随便带啊，哦，然后谁知道他现在把我变成死者流，我竟然几乎无伤打赢水王。哇，你
该不会要过了吧？结果没开台的时候才过。赶快，现在可以开啦！记录一下，一打开，然后一开台就被打爆啊！这是你的终点，现在我们开始最终的战斗吧！哦，这么帅！嗯，记得他是打完五种技能就会换，第二阶段呢、啊？好，先把他外面的盾给打掉、哦。对呀、啊。嗯，他就晕眩。我要怎么赚200块啊？第一场，薪火使者哎、欸，普通攻击没换闪电吗？没有，习惯了。反正你没差，你召唤出来一直跑就好了。嗯。你终于吃到广告了，那该是兔子帮我播广告的哦。哇哇哇哇哇！痛痛痛痛痛！哭！不要，快死啦！不要！跑跑！跑起来！不要贪！哭！他闪掉了！啊啊！两滴！死赢啦！耶啊！20滴，我剩20滴血。召唤流可行啊！毫无疑问的，你已经成为赫哥的召唤传说法师了。来去庆祝的一刻吧！最后一关没有金币，没有宝石哦。没有啊，你最后一关没有办法买啦，当然没有啊。对啊。你还想买什么？可最少给我宝石吧。结果一个不小心召唤流就破了。起徽章，好纠结哦！要买人字拖好还是买石则好啊？不会吧？现在又有那个、哦、下雨的蚂蚁，哦，妈妈，就两个都买，400块。400块，你哪里赚400块啊？赚不到啊，而且第一关而已耶，只有神装。叮叮叮！啊，被打到了！破卡喽，可以赛游戏喽！
no no no， 你还有更多的，你还要打好几波才能真的破财。对，你要把所有的道具收集到啊。现在就是收集屁，还要收集技能啊。你要收集特殊奥数啊。对啊，你打到什么特殊奥数啊？冲刺。哇，冲刺的、哦。目前没看。我精灵，我来买你了。你知道现在布布啊，在吃饭时间到之前，他就会很沮丧的在饭碗前面低头等饭。然后我就是早上五六点的时候，就是先喂完再去睡觉的时候，一下楼他就歪头看着我，他就很沮丧，又看回去那个碗。饭呢？饭呢？传说法是多时光了，老公，老公，老公不给力啊！叫我。我起始带的技能跟我最后破剑完全不一样。东西卖的平均不是。欸，在混沌世界中出现的商人还有其他的啊？有啊。因为我现在只有开四个部而已、欸，我刚刚只开两个部、欸，是哦，对啊，他每次都不一样啊，哦，你每次破他都不一样、啊，对啊，尖锐比干，在实战中能掌握奥数的最强的法术三种。三种召唤师，我这有没有办法拍照拍给你们看？看一下哦，应该只能用自己截图吧。Auto 加 Print Screen 啊，我看看他不知道行不行。可以，好像可以，可是它是储存到云端呢、欸。你是说 Steam 的吗？它直接叫我储存到云端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掉在哪里啊？赖不这里吗？都可以啊。你说赖不这里好。召唤流。哒哒。哇，那么危险啊！不用脑也能过呢，好痛！对不起，讲错话。马上被打脸了。对，马上被打。然后还需要一点点啊。冲刺时，过一段时间产生系列空间。啊？这传送没什么效果、啊。嗯？什么传送没效果？
就混沌法术啊，它只是传送过去，然后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吗？它传送而已嘛，对着敌人吧。对啊，你打那个嘞有没有？我在木人旁边传送也没事啊。他说明嘞，你要看说明啊。他说只是一个冲刺时并经过一段原始的混沌撕裂的空间。还说这个冲刺不会被击中？你是传送的感觉是不是？有可能。人质拖好呢，还是血量满的时候加护盾好呢？你血量应该不会满啊。你讲的好有说服力啊。好，超买人。被水施射嘞！买个。我决定我要来乱买东西了，他出什么我就买什么。嗯，这不愧是隐月大大呢，我血果然没有满啊。我出什么我就买什么。对啊，我也是这样的心态在玩啊。买到最后把全部东西都买起来。对啊。旋风使者，旋风使者是三只哦。老公，不要死！今晚给你们加鸡腿。可是使者流蛮吃运气的，因为你要地层有开头。我这一场就是全部使者一直拿，太会了。防御润这什么东西啊？它就是你每次被攻，每次被打，每次被打就会每次被打几点就会收集几页的那个，最高一千，就收集几页，然后就是每一百加一次防御，最高一千，两百吗？两百，对，代表会减伤一滴血，然后最多一百，最多一千页，所以是最多五滴。奥利达，啊，雷精灵又搞你啦！剧毒流星，好像一个很大的剧毒掉下来吧？可是这样的话，一开始都只能带一个使者，对啊。然后就看后面运气好不好。没有，好，我先洗澡。好。等一下。我是白痴吗？我发现一件蠢事，我买了那个尖锐笔杆，它无法充能，我又带人质拖。人质拖是废物了，天啊！人质拖是废物了，糟糕。对啊。我突然想说，外卖感觉不到，来不及了齁。伤害都造成了，能把人质拖丢掉或卖掉啊？我想说奇怪，我怎么感觉姐一直在扣啊？有没有那个商人喽？把人质头给卖他。没有，可是那个是要回。故意这么
高，我第一次反满。他是说满血状态下才会有护盾呢？对啊，满血之后的回满血之后的回血。还有护盾啊？对啊。对，加护盾。你看，他有一条蓝色的护盾值在上面。拜。钱的，我到真强啊，可是没钱啊，赚个钱啊。升级没用，哎，好像有两个可以合成哦。哦，有了流浪者机关加不稳定的宝石。哦，下面写流浪者机关加不稳定宝石，特殊奥义的伤害、充能效率和衰减效率全部增加。然后把那个两个诗章合成起来，就变成提升火焰跟冰冻的伤害，同时给予火焰跟冰冻奥数燃烧与结冻状态。中毒啦！放完了。哦，再生墨水配艾比方程式这样，就是 bug 啦。啊，有试过了吗？嗯，要也要有那两个啊，所以还没有拿到过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我是有艾比的墨水。角色自创没有啊，都固定的啊。呜，痛！那行。奶茶我知道啊，等一下啦，这个会，它只是回生命最大伤心。我想说存着看还有什么钱可以吗？嗯，
什么日夜？日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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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鬼。你说这个啊？就可惜了啊！我这两件装备冲到啊，这两件冲到啊，不会回能量啊，这个是用能量当护盾。好像可以打不是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它上面没有啊，我还缺一个风的啊。你看啊、欸，我没招了，我还要再一个风的技能才能打。身上没有。哎哎哎，有哎、欸，电能似的。大小，那我买吗？这宝箱，好啦，想当练习了。普攻不是风的，因为风是低下，低下就是风啊。啊，剧毒流。那是招哦，打眼。